来这儿做什么呀？有你这么薄情的吗？我这腿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伤的？我的小时候养不好，我就来你这儿养。北周王府有最好的郎中，王爷请回。那我就去告诉北周王，我这条腿是在你们乔家伤的。徐先生，你怎么跟个赖皮狗一样？那不认主。那你既然认了主，我怎么安置你都可以吧？不用这么快。你呢，就在这里坐上两日，到时候腿脚也好了，就自己走回去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坐上两日啊？那两日能恢复吗？我现在是个废人啊！我水面堂，不要水面堂！你没事吧？手划破了。你到底是手疼还是腿疼啊？那腿也疼吗？还是手都皮了。